市集。未来呢，在我们的六合商圈将会不定期的推出呢各式各样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哦，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来参与。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假日市集，尤其呢是我们的主办单位哦，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今天呢提供了许多呢绿色生活的活动，大家呢可以借由呢来我们的台位呢认识一下，怎么样呢让自己的生活更环保哦，谢谢。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喽，所有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我们下个星期的百变金像奖万圣鬼王游六合的活动。我们下周呢会分为彩街游行、不给糖就捣蛋，还有我是大明星的两个部分哦。欢迎呢所有的大小朋友都可以运用彩妆、造型、cosplay 的方式呢，变装成各色的人物、鬼怪，发挥创意呢，成为万众瞩目的万圣鬼王，来争取高额的奖金哦。最后呢，我们会选出前三名跟佳作的奖项，第一名呢可以获得新台币15,000元的等值的商圈店家的商品。那在创意变装竞赛之前呢，我们的彩街游行、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呢，邀请所有的参赛团队呢跟我们的商圈店家互动，除了呢可以带领人潮之外呢，更让我们嘉年华开的这个欢乐气氛，可以来增加呢大家对我们的商圈店家的熟悉跟好感度。那我们万圣鬼王游六合百变金像奖的这个活动呢，报名到10月20号，10月20号截止，请大家呢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百变金像奖万圣鬼王游六合创意变装游逛竞赛，赶快来报名喽！